你好，我的面试结果是不行。为什么都不要我？小海，真的是你啊？哎，小圆，怎么大学毕业都多久没见了？你这是来我公司吧？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当秘书，给你推优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大学时期也不能那么出色，一定没问题的。不行。可是你们看都没看。来那边。邋里邋遢的，我都不想跟这种人聊下去。就是，别耽误我下班，这种人还没来面试。哎呀，怎么没人跟你念？我可得跟老板说说才行。你是拉屎了？别停了，今天下班去我家，咱们多久没见了，可得好好聊聊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麻烦什么？不过你真的跟大学时候变了好多啊，我可得给你好好改造改造。改造要是改造完，但是我感觉哪里怪怪的。算了吧，还是别为了我白费心了。别自暴自弃了，你上学的时候可是咱们系的学霸女神耶。那时候我是为了跟上喜欢学长的步伐，非常努力。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。我可是不管怎么努力都是你的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找到问题了，你呀肯定是在上一家公司当程序员的时候压力太大了，经常熬夜敲代码，导致头皮过劳，损伤了头皮健康。是啊，我经常梳一下头发就断了，不仅头发油腻，还经常飘雪花。走，我有办法。那用这个海伦斯生姜洗发水，这个洗发水里有生姜精华，能强韧发根，减少断发，还革新了液态曲线因子，能修复头皮，去除头皮上的小雪花。香蕉的味道让人好安心，而且感觉头皮是干净了不少。哎，你待会去用，好好把头发养养，不要再熬夜了。小海，我给你再次争取了一次面试机会，记住要自信一点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下一位，小海，一定可以的。恭喜你通过了面试。太好了，小圆，学长来了，陈总来了。学长。怪不得面试通过的那么轻松，原来是有后台啊。就是。哎呀，我都忘了来感谢你了。要不是你修好了我们公司的 bug， 我这一个月来的统计全白费了。小事，我凭的是实力，你有吗？陈总，为什么不告诉小海是你给他的机会啊？答应他呀，你不是也喜欢他吗？他有出国的机会，我不能当他的累赘。你和小海曾经是大学室友吧？帮我个忙。机会可以是别人给的，但结果是他自己争取的，有些事不需要让他知道。这次可多谢你了。哎，陈总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